田里表格工作到53岁退休的陈先生，申请提领劳保年金，每个月是18000元。雇主啦，还是单位，事业单位就没有很正式去重视劳保这一块。担任服务业的高先生，辛苦工作到65岁退休，每个月也领到20000元劳保年金，是目前国内大部分退休劳工可以提领的平均值。但有人月领到的劳保年金额几乎是他们的1倍多。不过在这些人当中，有人让大家很羡慕。全国有一名工作到74岁的劳工，他每个月提领到的劳保年金可以领到42803块钱，堪称是劳保年金王。这位工作到74岁退休的劳工，依照劳保年资长达52年，可领到加发20%的延退增额计算，让他领到一个月42800，是全国最高的劳保年金，也算是辛苦工作有所收获。而不止他，全国也有74人月领超过40000年金，其他大部分落在月领2万到3万区间，但一个月领不到10000劳保年金的也大有人在，多达107000人。我这个月给他食物代金，下个月给他服务代金，每个月的薪资名目不同。劳保局从接获最多申诉的案例提醒您，如何避免劳保年金被不小心 A 走，包括雇主可能利用申报时分散为2家公司，影响提拨金额调整，或者薪资被高薪低报，甚至是奖金加薪也没及时调整。劳保局建议要定时定期追踪雇主跟劳保局投保的状况，透过电话跟口头追踪，以免辛苦工作一辈子给付却被白白A走。记者林东敏、周宇德台北采访报道。